各位伙伴，大家好。好。我是上鹰科技的温家。在2017年11月，我们就举办了第一次的共识会议。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过程，我是希望彼此熟悉，因为以后我们要一起工作嘛。所以当开始执行以后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大家会在很多的查核点上其实是处在不同的状态下，有时候是处在改版前，有些在国外改版后，有些对于老师对于智慧化的定义等等等，在这个分歧中感觉到说我们好像要有更多的沟通来有助于这个，我想最主要是情境上的共识，大家想象的画面到底是不是一致的，每个企业每个企业文化，然后每个人的个性，那我希望因为透过这个过程有一些些的了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他是每个参与者他是真正的投入，然后就是学习成长，然后那我们产业真的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导入新技术在比较旧的领域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你发现上瘾跟这四个伙伴的工作的情境跟环境或文化，他们需要一个协调，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共识会议。这个共识会议基本上是在技术或科技层面之外，它比较像文化层面或数位层面的差距。这个东西其实对未来的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没办法在企业文化上跟进10年20年，你落差太大，其实你将来的这个员工的素质或内在其实是跟不上整个时代的，这个断差一定要补起来。所以上瘾的这个一种就花了很多力气来协助这四家公司来重新诠释他的企业的内部文化。那你要谈一下，就是说那时候为什么你想要创业，创业的动机是为什么？其实我在念书，台北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心里面我就是怀着我将来我要创业，所以我才去念这个工科。因为在当驾驶兵的时候，时间比较多了，就常常就在想说，然后我退伍以后我要做什么啊？家里边给我什么？家里面反正就是除了种田啊、种菜以外，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经济状况当然就是不是很好。总是有梦想。1976的时候，那时候大哥就是在台北做水电师傅嘛，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说过完年之后做一些改变，所以说他就想要做一些跟他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因为附近鼎湾坡这边大家都做水龙头，所以说他想要把水龙头卖到其他，那就是因为以前小资本嘛，只能做从贸易开始。那在那个过程的话，从他一年之后，他就因为要被征召去当兵，那由我二哥来接手。那我二哥的话，因为当初的时候他会想要比较可以比较安定，然后品质可以比较好的取得货源，所以他就是提议说，那我们是不是来买一台车床？然后从买车床的过程里面，我姐夫听到了，那他当然就是跟着我姐姐商量，然后把家里面的家当啊、家装啊，全部都一起搬进来一起参与。有一天我就翻，那个报纸《经济日报》写，这个手工机会在台湾蓬勃发展，所以我就往手工机这个产业来发展。啊，这个产业发展，做，我觉得说，我应该有一些能力才对。我记得是68年7月19号退伍啊，去那个7月20就去上班，在上班当中，刚好那个遇到我们那个王先生。他也是在那边工作，就计划说，那现在这个产业正在发展，我们是不是出来帮人家做模具，做一些铸造的模具啊、加工的模具、刀具啊，这些制具这一类的东西。那如果因为对那个要
要做设备，钱要想那么多，对我来讲这个我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选择一个产品，比较小的产品，但是一定要成品，也不要只是一个零件啊，所以那时候想，朋友就跟我讲，那时候因为我做销售，所以我会认识台中的一些手工具这厂商，他就跟我讲，最难做的就是活动扳手，要的话你就去尝试。我记得那年的那个剪辑不好，是因为那个连那个猪肉100块，好像7斤还是几斤？啊，刚好有一个养猪户，猪肉那么便宜，我这些卖的我就不养了，50-60平的地方，好空出来，那时候想说，哎呦有电就好了，那就先做，买了一台车床，买一台什么那个洗刷钻厂，简单工具就开始做了。1973年，我创立这个公司。当然，在这个之前，我前面的一年，我有跟我的这个表兄弟合伙做一些专用机的设备。那因为我之前缴的学费50万到100万的学费，专用机的学费，我就利用这些经验，我来自己来设计专用机。我设计专用机，我来加工我自己的产品。所以才走到目前这样子。我是从1993开始进公司嘛，那你到1995、1996、1997的时候，已经很顺了，那你就会觉得很无聊。你就会觉得很无聊，说啊，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只是赶货啊，就是赶货。那你会想说，哎，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然后就会开始想说，哎，我如果来设计什么什么的时候，那开始的时候会想要先从自己比较专心的，我们早期那时候做很多浴缸排水的时候，那会先从那个地方开始设计。其实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去想说，哎，你自己会怎么样，直接的说，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你就是去。做梦，我认为台湾工业应该不是那样，应该是追求高品质、高价值的东西才对。我说怎么台湾工业怎么往这个方向走，我不认同，所以我就决心创业。我的创业理由就是这样。其实我要开始盖这个厂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包括我太太，没有人赞成。我现在还常常跟他们讲，我就是好像那个传教士，一直跟他们讲要这样，大家才慢慢懂什么叫智慧制造，先把这个弄懂。人家在讲工业4.0，到底在讲什么？好，比如说我们讲智慧制造就是 big data， 我们讲那个 internet。我们讲那个什么 cyber physics， 我们讲automatic， 那我们讲的 automatic 不过是智慧制造的1/4啊，不是把它自动化就好，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现在自动化在投入，说实在的，我们的会场这样，我是有经验，是传产的经验。说实在，一些软体啦，一些设备，一些的电脑。根本你不懂，不过你不懂，你还是要学啊，所以变成说到60几岁了，还要去换成另外一个阶段。那实际上你说自动化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啊，这个是全世界的潮流啊，有眼见的人是先走嘛。就像说我们30年前我们买了那一台机器手背，然后来当那个股东，对，那个就是一个看法。那为什么问我本身读食品的？我相信食品是台湾算很早很早自动化的。那我去食品厂，我看到没有人没在动手，人都在旁边。所以说你一回到公司来，每个人都跟牛一样，这样做的半死，你会觉得有一些冲击啊。所以说你会想自动啊，当然失败，可是失败还是不，你说我就会放心吗？没有啊，我还是在做。我在30年之后碰到上瘾来，又开始在做了。智慧制造，我们现在怎么样啊？以我们，当然我们本身，我们的作品线现在 run 了4个 item， 我们现在不断在 run， 这个在 run 这个就是要朝向说啊，我将来怎么样少量多样，少量多样当中就是有牵涉到灌模啊，这些参数等等的转换，这个都是在练习，在这个练习当中，就是说希望
从这个当中去找寻，什么方法让它的换模成本，或者是让它，少量多样的待机成本最低。那我都期望说，把老师傅的经验，要百分之百那不太可能。老师傅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机械加工这些方面的参数，或者是等等，尽可能我们把它参数化，把它这个内在化，在我们的系统里面。那时候一直想说，我要造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公司，一直想要这样，但是就苦于没有土地也没有。不过这一次刚好上有这个 project， 那我也刚好有个土地，而且这个时间点这是最对的，因为你的经验还有你的知识都已经不一样了，你的思维不一样啊，这个时间点做起来，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对的，就是说我们要走智慧化这一条线，这条路是对的。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让我们整个公司能够成长起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刚好来借到这个时机，对我们整个公司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帮助。这个有时候机会就是留给那个有准备好的人。我们在跟企业主接洽的时候，其实遇到第一件事情，就企业主有没有决心要让企业升级转型，那这是第一个决心。所以这是水手计划的四个企业主都有决心要做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案子里面，企业主有决心之外，我们还要找有经验有代理能力的企业来协助，那所以才会请上瀛进来协助。上瀛的协助可以让他们更快速更容易相信外部到底长什么样。那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一个决心，第二个要适当的辅导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的会不会产生我未来经济生产的压力不是所有的公司投资之后都会赚得到钱，所以合理的成本投资的估算跟合理的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甜蜜点，必须要把它算出来。这就是一开始最重要做的三件事情。大家早安。好。首先很感谢大家，今天是12月1号嘛，今天是礼拜六。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就酝酿，开始有一些互动的往来，然后到现在2018年已经年底了。我觉得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要用今天来检视一下，我们真的是不是足够了解彼此。其实这个计划呢，水手计划进行已经要一年半了，但是我发现呢，团队里面还有一些氛围不是那么的明朗，所以呢，我必须要让大家一起集合起来，我们来有集成一个共识。那这共识里面有包括上瀛科技跟这四家团队的折冲的过程，然后脑力激荡的过程，是不是有真的找到切入点？他们的痛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帮他们解决吗？那对于团队这四家伙伴，他们真正的一起参与的这些同仁们，是不是有真的投入？这是以现在时间点了哈，因为在最后还有6到9个月的时间，其实变化会很大哦。因为现在目前最后6到9个月，几乎每一天大家都在做调整 debug， 然后或者是生产流程的微调等等。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产能的提升。这计划本身一开始我所期待就是，除了说第一代我可以重新启动他们创业家精神之外，还有我希望建构年轻人自信心，也希望为这四家建构起一个新的产业的典范。二代要把上一代没有跟上世界潮流的部分，我这个环境潮流的部分要带进来，这就是二代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代在创业的时候一定是符合当时的潮流，他才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二代进来就要把它想成我其实在做一代一开始在时代潮流浪头上那件事情，我这个产业潮流浪头上那件事情，我们公司缺什么，我们公司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公司要把这些东西元素置入进去，他才有办法跟世界竞争。这就是二代要担负的使命嘛，不然这个公司会断在二代的手上。